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上课哈，啊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，大家请坐。啊，各位同心前辈，大家好。好。哦，大家真有元气吼。今日拄到啊，做我拄啊等来越南，我对越南等来台湾者吼，拄顺续来遮，甲各位分享一下我一寡心得啦吼。一挂心得啊，搁拄到电力公司甲咱断电啦吼，是真热吼，很热。啊，毋过我要甲各位报告，但迄个咱遮吼，一开始是尤先生吼，伊甲咱迄个提供场所互咱。当来的时阵哦，阮是含卖讲冷气啦吼，含电风都无啦，啊，所以大家吼较忍耐吼，迄个有一个革命的精神吼，啊，当然咱毋免流血吼，不流血的革命吼，咱就用法力。来处理咱台湾的代志，为咱的后代的囡仔，为咱家己，吼，为了咱真正的身份，吼，啊来拍拼，吼。这节课吼，其实是足简单的，简单啦吼。台湾人到底什么人？吼，啊，咱要谈遮讲吼，就是讲，咱台湾人家己唔知家己是啥物人呢？啊，个人教育，诶，其实我要甲各位报告吼，因为咱一开始一出世。对咱人去用登录伫咧中华民国的户籍天本内底的时阵，咱就接受洗脑啊！吼，伫出世就被洗脑，甲死含家己的啥物人都唔知影。吼，这实在咱也无来甲讲好清楚吼。实在咱这世人直接来遮白活一届吼，白活一场吼。所以我讲这节课吼，要来正粗浅，要来甲各位报告讲咱台湾人是啥物人，是安那是一国的人。我是什么人？哦，我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敢知影家己是什么人？我甲各位报告了哈，唔知影，绝对你唔知影。你若无来遮上过课，你唔知影。哦，包括民进党嘛，咧甲你骗，国民党甲你讲，啊，台湾人就中国人。哦，啊，民进党甲你讲，啊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啊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啊，代表啥？啊，台湾人比佫比中国人，同款意思。啊，台湾人敢真正是中华民国人？咁是安尼咧，吼、哦！我要甲各位报告，我头拄仔讲，咱一出世，就去予人甲咱洗脑，是安怎？因为中华民国伊本身无户籍的登录的制度，中国人无户籍的登录的制度，迄是等大日本帝国迄时阵，谈台湾的时阵，甲咱建立的，吼、哦！一个，拢是伊国家的财产，拢是伊宝贝，一个，拢要甲登录起来，一个都袂当拍起甲，吼、哦！因为咱的宪法的主权内面。有包括什么物件呢？有两项重要的身份。第一，就是土地的范围甲倒位；第二，这个国家主权下的人民的对象到底有几个人，还是什么人？所以你若唔知你是什么人，含宪法，你都已经不适合用了哈，不适合用啊啦哈。我要来甲各位报告的，就是讲吼，因为我对越南当来，我最近吼，迄个伫咧去年的12月初五开始过伫越南遐咧做工课，啊，就办咱一寡阮公司的一寡工程师，啊，过伫越南遐咧建设，吼，啊，有一寡状况我要甲各位报告，就是讲吼，只要写一张公布啦吼，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公告，啊，一个强调叫做黄成勇，吼，迄个人要得咧啦吼，伊只公告啥物呢？台北市的迄个也做警察机关合法的刑事记录证明，这叫做什么呢？良民证啊！哦，咱谈这个所在无犯罪记录，这当去越南遐做工课哦。无人越南人嘛，无爱讲你啊，你说阿萨布鲁的人来，我只要要你做工课，因为我爱阁派人甲你告啊。哦，啊，你爱出具良民证，这个良民证哈、哦，自即日起盖用机关首长钟英文签字章，代表什么呢？签家就好啊啦。哦，其他倒看伊那无必要啊啦。为啥？这写伊无，不过伊无安尼写，伊是写讲签字章尔。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官印吼，这个也做机关的，也做迄个印件吼，印鉴提掉啊，不会用啊。吼、哦，警察机关的吼、哦，这是我的啦，表示我嘛是好人，哦、我是不是坏人啦、啊、吼？哦，我不是坏人啊。原本有这块印啊，即马无啊，即马加春节尔，或、哦、者我谈家己起只请的吼、哦，啊所以。咱就会当对这个咱看出来一个现象吼，中华民国唔呐，敢那三军总司令部裁撤，唔呐，敢那宪兵裁撤，
含警察机关拢一步伫咧退啊，吼，一直拢全部拢开始咧一直在撤退了哈。所以咱爱知影讲，咱其实咱毋是无做代志啦，因为做这代志毋是咱亲身做，咱去要求，咱去诉求，好，那我们会达成一些成果。像讲即马84年厝的囡仔，免阁做中华民国兵啊。我最近大家拢有看到吼，新闻安尼报讲咧一个姓洪的阿兵哥，啊去互中华民国甲抄袭，吼，啊然后报连续报个外月呢，我踮越南嘛拢有看咧，照三顿甲你洗脑，吼，要创啥？伊啥要报这個，你知无？要甲各位报告，因为吼，伊要掩饰吼，中华民国的军法无效啊啦，军队撤掉了，然后军法也要撤掉，然后他也要给人民一个合理的下台阶啦。他要做一个合理的下台阶，他才能够去安大这中华民国的人要创啊，你知道吧？继续骗，中华民国要继续骗哈。所以伊即马，迄个伫咧中华民国的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，讲火速三读通过啦。我这火速要加起咧哈，表示伊吼足紧张足关键，其实是美国的要求啦哈。中华民国袂当谈这个所在，佮继续做武力占领的状态哈。啊，包括警察机关。诶，维护秩序哈，他的那官房硬件都是属于民间机构，不是属于官方机构的。好，我对越南来哈，拄好啦。我八月初九对啊做越南倒来，啊八月初八遐拄好发生一件命案，要来甲各位哈，首先要来各位分享这一桩命案怎么发生的哈。这大概拢会当去找到啦。这伫8月9号哈，八月初九时啦，口角冲突，台商在越遇袭死亡哈。其实这个人吼，都是从越南迄个所在，讲伊是啥物人，伊是中华民国的人。因为咱讲吼，迄个越南对真友善，因为阮这囡仔吼，拢去阮这台湾囡仔去啊去工厂咧吼，伊认为讲啊这安尼，咱都算讲去啊投资，算讲伊会对咱做友善的，我甲各位报告。我们是用佛摩萨，是用台湾的名字去的。不过，伊这个人吼，迄算阮的下包商啦吼，因为下包商去外口啉烧酒，啊，啉啉的时候讲讲啊，我是中华民国的人，我要甲各位报告，你敢知影？谈越南讲你中国人偌危险？因为越南吼，甲中国长期以来拢敌对，吼。啊，中华民国，你讲你中华民国就是中国人哦，吼！啊，而且中国人吼，内面的中华民国这群人哦，伫咧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吼，捌去糟蹋过因越南人，所以吼，中国人最歹，啊，同歹的中国人伫对，住伫台湾啦。啊，所以你谈越南讲你是中华民国人哦，你足危险的哦。我要甲各位讲一个，这个理由是安怎吼？当初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吼，因越南政府甲大日本帝国的皇帝。啊，整个的啊，做中南半岛吼，就是讲啊，做南支那半岛哈。南支那半岛不是讲南支那的土地啦哈，是讲包括泰国、包括寮国、包括越南、包括柬埔寨，哈，这个所在全部拢对美国宣战。黄种人甲白种人的战争啦，哈，哦，白种人啦哈，不是北京人哦，是白种人啦哈，哦，不是北京那边的人啦哈。尾啊，中华民国。伊就是怎介就做迄个啊，做反背中华民国的人啦吼。伊是其实中华民国真正的主权的继承者，叫做汪精卫。好，伊讲啊，做伪中华民国啦。其实伪中华民国是孙文所传落去的主权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政府哈。啊，怎介就伊是反对汪精卫的一个军阀。哦，啊，不过伊就是跋筊跟着赌，哦，啊去替中华迄个啊做美国的麦克阿瑟那边。所以啊，麦克阿瑟一样命令顶头都，和蒋介石派兵去占领足侪所在，包括伫咧台湾这边派单于来，哦，这大家知影，尾啊发生二二八事件，啊，迄个佫派卢汉去占领越南，啊，派诶北越啦哈，北越那边，啊，佫派迄个啊，就孙立人去占领缅甸，你敢知影以前恁遮有北部人请你举手？北部的人，吼，啊，你知影咱北部只有一只大象叫做林旺嘛？有啦，吼，系啊，啊，奇怪呢，吼，啊，林旺跟中国人无那个合作林旺，有当时我拄到路的吼，讲，啊，你都讲你唔是中国人，你来有中国姓，啊，林旺敢是中国姓，足奇怪的吼。迄代迄只缅甸相对当初是孙立人，吼，伊时阵去往甲豁出去的时阵，对迄个缅甸遐去往豁出去的时阵吼，
伊尾也查一个欧米亚个一个留下一个证据啦哈，表示讲伊捌淡仔占领过，啊，毋过伊失败占领失败。你敢知影？伫缅甸迄个所在啊，孙立人算是很有军纪啦，他一样被赶走，被出驱逐出去啦哈。啊，卢焕那时阵都含迄个台湾的迄、那个含台湾只糟蹋台湾人的单义共款，但遐就是拢做一寡为非三者的工课，吼、哦、啊，食饭无要付钱，军纪荡然无存。所以越南人尾仔就要求甲驱逐出去，不爱接受伊个占领，因为这个人，这都讲紧嘞，中国人无啥物好个啦，哈，拢是歹，真害啦。而且大家会当去维基百科看这个人个生平，吼，伊尾仔佫去投靠啊，做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吼，咱伫咧咱台湾吼，伫咧啊做二次世界大战个时阵吼。这多两边啦哈，指挥官这边是麦克阿瑟跟罗斯福啦哈，啊这边是昭和天王东条英机啦。您注意来看哦，其实咱的战友足侪人呢，包括爱新觉罗溥仪啦哈，包括中华民国的汪精卫政权哈，啊就迄个宋刊都、就是因当初是太皇哈，太皇就是迄个普美蓬因那边的哈，啊保大帝哈，这拢是拉威尔巴莫尔哈，整个中南半岛拢是咱大日本帝国。诶，战友，啊，我去遐个时阵吼，因拢讲吼，啊，恁都台湾人都日本人，因比咱较清楚吼，恁台湾人是日本人呢。啊，结果恁即马说去互中华民国占领了，都怎啊对外拢咧讲你是中华民国人啊？因作贼呢，因为中华民国人捌去糟蹋过因中南半岛咧，哦，所以我是希望大家爱清楚咱家己是啥物人，这足重要诶，无出外去吼，足危险诶，讲唔对心哦，冤枉死诶。唔是公司嘅，是玩弄死嘅，哈。再有一个维基百科啊，你当去看这个啊，做卢焕这個人嘅评价，哈。伊足歹啦，哈，因为伊代表中华民国政府，哈，国民政府就是蒋介石政府接收越南嘅北部，啊，伊嘅部上哦，军纪败坏，会强奸民妇，白吃白啉，哦，都歹代志，都讲啊，生人讲台湾人，你讲讲生鸡卵无，放鸡屎啥物？有啦，一堆啦。啊，咱的迄个做蒋渭文教授，伊嘛咱台湾政府的迄个教育部长啊，吼，伊嘛要形容讲这个卢汉是掠夺越南北部的臣夷啊，赶快艺术啊，德国人弄是一寡没有什么纪律的一个人哦。啊，越南人的眼中的中华民国是中国人内面同可恶的一群哦。啊，台湾人却是太平洋战争内面越南的战友呢，吼，咱肩胛头扛做位，得做位咧拍美国的吼。台湾人是中华民国人吗？不是哈，唔过要可以报告，你若唔知影你家己啥物人个台湾啦，同好唔忙离开台湾，足危险的哈。讲你中华民国人出去是咁怕的哈，咁怕死哈。哦，像这啦哈，再有一个，我再有甲这个报道，这最近的报道呢，2013年的8月9号都发生代志的隔天哈。所以唔知影家己啥物人足危险的哦。李登辉先生讲：“我是不是我的我？”哈、哦，李登辉先生90几岁啊，哈，啊，伊伫个这个所在是真够神奇啦，哈。我即届有去参拜迄个所在，哈，迄时阵有公开有用一个，大家拢有写伊对这个所在的感想，哦。啊，伊写一个讲：“我是唔是我的我？”好、哦，耐人寻味，好、哦，这当然唔是今年啦，迄已经几落年前啊，哈、哦。伊咧即个讲，我是不是我的我？这什么意思呢？它是一个代名词啦，吼。你甲台湾人讲啦，因为伊即马还佫咧领中华民国的迄个退休金嘛，所以伊无爱甲写到遮清楚呀。互你去想，互你台湾人去想啦，你也会想，你就会活。你若袂想，你就袂活吼。台湾这个我就是代名词啦。台湾是毋是台湾人的台湾？日本是毋是日本人的日本？必须顶有咧讲吼。国宾饭店是毋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？唔是啦，吼！我是本土台湾人，不过我到底是虾米人？按照国际法，我的国籍到底是对一国的？我爱向虾米人效忠？吼！阿辉伯讲，我是不是我的我？它是一个问号，一个问句啦。不过其实他的答案就是一样，同样这几个字啦。我是，不是我爱我啦。台湾不是台湾人的台湾啦，吼！所以他的问号，他的那个问词哦，伊咧问这句话，就是咧问你台湾人是唔台湾人，哦啊，
答案嘛是这几句啦哈。算我那伊足厉害吼，这赶快这句、这几句吼，嘛是问问你的话，啊嘛是甲你讲的答案哈，你要自己去能够演绎哈，互伊让你知影讲到底啥物哈。当然你讲吼，人若衰进步啊，成啥物？菜粿，吼，所以大家拢捌听到咧吼。你敢知影这句话吼？用心良苦啦，吼。咱的政治部的人咧，甲咱讲，不过袂当讲啊足清楚哦，因为袂当讲政治啊。伊就甲你讲吼，人若衰进步啊，生菜粿啦，吼，是安怎呢？这菜粿啦，吼，这布啊，无同款的物件。啊，来讲讲课，讲啊对这来吼，我各位报告。你若阁骗家己吼，你含生苦瓜都有可能哦。你知影吼？哦。伫咧大日本帝国的台湾吼，台湾好会生出中国猪，吼，你敢会相信？真正会安尼呢？吼，即台湾好就是山猫啊，台湾无好啦，台湾有山猫，吼，山猫啊，吼，说山猫。啊，即只啥？咱台湾人同好饲啥？饲猪啦，吼，有人讲伊高级外省人啦吼，啊，我伫咧图片内面我找袂出高级的外省人长什么样子啊？不过我可以找到特级的那个猪啦，台湾人啥物不要饲猪盖咬，大家拢在大只吼。啊，台湾好去生了中国猪呢，这有合理也无合理，无合理啦，啊无合理的物件都无合法吼。这款阿祖的名叫做林虎啦，吼。啊，安那生，所以变成中华民国的林永成，足奇怪吼。这明帝呢，明帝天皇时代的人呢？啊！你若要摕伊中华民国去做诶，啊做迄个复制天分，才会好笑。伊甲你写啥呢？民前，民国前，民国前是前啊，当时啊，民国前是啥物？甲你写民前啊，中华民国还未发生进程，还未建国进程，靠这种诶吼。大日本台湾人有国籍，生甲无国籍。大日本帝国诶朝代诶人哦，吼，即我阿祖吼。生到尾啊，好去生着猪啊，真正是世界奇观，哈！我俾阿各位看哈，这就是中华民国身份证这只猪啊，啊唔过改啊哈，歹势，我即摆已经摕着中华民咱台湾人的身份证啊哈，我恢复我的身份啊，我已经不是中国猪啊哈，去生到尾啊，怎变中华民国的国民啊？日本人去做中华民国国民，哎，足奇怪呢哈，太安尼生呢哈，足厉害。要甲各位报告，咱伫咧国际法内面吼，有两个所在去讲到这国际的部分吼。第一就是1948年的国际人权宣言第15条，人人享有国籍，任何人的国籍袂当无理解剥削，嘛袂当解啊做禁止伊改变国籍。你若是这国的人要去别国，会使无？会使，你系移民。吼，像咱讲啊做马英九，伊若要去。做美国人会使无？会使，伊先去取得绿卡，然后去迄个有个人，大部分人还佫上政治间，还去学你个课程，免啊等美国活落去。啊，七当了后，你就当有资格会当去家投票，吼、哦，你爱去家纳税，爱奉公守法，爱效忠因个国家，吼、哦。任何国籍，任何更改的国籍的权利啊，袂当佮否认啦，你爱好会当去移民啦，吼、哦。另外，这都是伫咧。1997年的欧洲国籍公约第4条有一个规定哈，人人皆有权取得一国国籍，啊，无国籍的状态应该爱来个避免，哦，啊，人的国籍袂当任意来剥削，啊，这对咱即卖台湾民政府咧做嘅工课，啊，因为咱的国籍，叫人讲悬置，叫中华民国悬置68档啊，哈，69档啊，哈，所以，咱就一直咧做这个工课哈，咱台湾人伫。全世界是无国籍的，无国籍的人吼。啊，你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啊，摕中华民国护照，去到外国是足危险的吼，比讲你无国籍的人更加惨吼。所以，甘愿讲我是无国籍的台湾人，千万唔通讲你是中华民国的人吼。红毛猩猩都有受到国际濒临绝种保护吼，有一个国际濒临绝种动物保护法所保护吼。台湾人是含这个也做。无国籍的台湾人是比红毛猩猩的国际地位较不如呢，吼，无任何的国际条约在保护无国籍的台湾人呢，台湾人足可怜的，所以阿辉伊爸啊啦吼，啊一寡咱的一寡政治上的先辈拢讲啊啦，台湾人安那，
悲哀啦，真正悲哀啦，哦。啊，咱做大日本帝国的人，人会甲你讲，啊，日本人迄时阵南京大屠杀杀了多少人啊？杀了300,000呢，哦。我要请恁大家想看卖啊，看卖这个报道哈，这都是阿拉噶啦哈，426嘛哈，因讲啥426啊，426的解放军啦哈，你看人家人剃平头，哦，啊，然后手提啥物？西藏喇嘛的迄个僧服啦。啊，穿因的衫去创啥？你知？去违规三组，啊，违规三组了吼，迄记者给他翕相吼，然后伊就借口讲，啊，这喇嘛拢他妈扰乱社会秩序啦，吼，这人爱甲逮捕，爱来甲镇压啦，吼。结果真正的违规三组是因解放军的迄个演员啦，吼。啊，真正台是真正去台死人的，迄个叫做西藏喇嘛啦，吼。你看，这台真正呀，啊，其实是这人去违规三组的。这人穿军服呢，好，恁对这个想看卖啊嘞？南京大屠杀是到底是啥物人做的？我要各位报告，南京大屠杀是蒋介石穿咱大日本帝国阿兵哥的衫去违规三组。好，伫咧中华民国的军事馆内面吼，有一张，你入去的时候，伊最近封馆啦，可能去我讲者，伊唔敢去开馆啦，可能整修中啦。入去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一张图，好，一个。日本兵拿一支武士刀插伫头壳，头前摆一堆的人头，讲迄就是南京大屠杀那个日本人杀死那个我们那个中国人证据。你甲注意甲看好清楚，迄幅图可能唔知大家有印象无？大家可能有捌去过的人都有印象哦。啊，伫咧历史课本嘛有写哦，可能恁拢也有印象。吼，恁最近去遐看嘛，看迄张我刚打出来无？我甲各位报告，卖看遐，你甲看边啊是啥物？大家拢拿翻刀的呢？迄啥物事件？敢是南京大屠杀？唔是啦，迄叫做迄个赛德克巴莱迄个事件啦，哈，就是武侠事件。迄是赛德克族甲赛德克族两个对台啦，那是二次赛德克族的那个雾社事件，二次是雾社事件。啊，然后一挂人抬台的时阵哦，迄个日本的警察就他妈讲啊，就这人互相斩杀，安尼啦。结果叫伊提来讲，做讲啊，这就是迄个做中国、日本人台死，但迄个做中国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，足好笑的，伊人翻刀拢看不出来，足粗鲁的啦，吼。讲讲，反正恁后边去就无通看迄张啊，吼。啊，甲因改掉因迄个错误，迄个做教科书嘛，无要紧啦，吼。有这个二零一二年啊，2012年哦，解放军脚下的葬身，吼，想看嘛，咱。1947年2月8日，国民党枪下所杀死150,000诶，大日本帝国台湾人，这150,000的数据，敢是正确诶？我也报告各位报告啦。咱伫日本时代拢有做户籍填本呢，一个人拢未当拍起工去呢，安尼有法度查出来无？有法度查出来。中华民国讲诶300,000，敢有人要甲承认？无人要承认，要安怎算呢？去搞迄个做800-900年前迄个伫迄个南京城外口迄个乱葬岗哦，遐骨头拢也 OK 算。全部算算的死人，拢总300,000啦，讲安尼拢死300,000人。800年前，日本就去杀死因啦，对啊，吼。这都是中国人吼，作到讲袂出来吼，不求真实啦。啊，咱台湾人200,000，我都诶，拢总死偌济。郝柏村说死不到1,000人啦。郝柏村啊，迄个人要得咧嘛，吼，后边这人爱登去中国，吼，互伊登去团圆，卖互伊留落遮喂水，吼。咱台湾人伫咧日本时代都拢有做口做啊，死几个人。足好算诶，吼！蔡英文咧讲啦，吼，多给中华民国一点空间，吼，统一嘛是台湾共识的选项，吼。这报纸大家凡是作者先摆拢看过，吼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是啥物？中华民国就是民进党，吼，蔡英文因咧支持诶一个国家啦，吼，伊叫做台湾嘛，也是叫做中华民国，吼，足奇怪吼。所以，中华民国民进党是效忠谁的？效忠中华民国啊！啊，变啊，上任做，我那时嘛唔知影啦，那时秘书长因的论述还未开始的时阵哦，我那时嘛支持呢，嘛走去选举呢，嘛去支持阿扁呢，选掉咱嘛偌欢喜的呢，哦，足欢喜啊！啊，伊咧，然后伊咧竞选咧开啊，我安尼家族啊拢动员啊，然后拢个倒开呢，吼，迄服务处大家拢去捐钱呢，啊，蔡英文嘛出来骗小猪嘞，吼。大家拢关钱嘞，骗咱台湾人的感情，这出可恶的吼。结果伊支持谁？上台的时阵，嘛是拿着中华民国宪法，哦，我效忠中华民国。可恶吼！
唔过即咱好骗一届啊，骗两届，茫阁要骗第三届啊，茫真正讲到，茫讲到安尼啦吼。强盗跑进家里面搜刮啦吼，你无把刮走，你阁认你做阿爸？好、哦，标准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。好、哦，咱即个少年啊，我即迄个台上这边讲的一些标准名词，恁大家拢会当把它查清楚。无你要把这个物件讲足清楚的哦，会浪费足侪时间咧讲袂完哦。请恁大家提出来看卖啊！了，中华民国发给你的身份证是啥物身份证？哦，是公民身份还是国民身份啊？这只中国猪吼，一下一顶头下是国民身份，我无敢问，这人是我啊！啊，歹势，这人是我。好、哦，啊，都林浦生的中国猪啊，不过已经改倒当啊，即马是台湾虎啊，吼、哦，不是中国猪啊啦吼。请恁大家注意看卖啊！哩，恁拢捌上过公民与道德？公民与道德甲你教啥？什么人拥有？投票权，公民才有投票权哦。啊，你中华民国讲叫你提身份证，满十八岁就当去投票啊。哦，啊，你来不爱发行公民身份证啊？你去想过无？我跟你讲啦吼，中华民国敢有存在？中华民国早就无存在啊啦吼。中华民国的总统啥物人甲选的？外国人甲选的啦。啥物人是外国人？台湾人就是对中华民国来讲是外国人啦。吼、哦，啊，结果真正的中国人敢有去选马英九来做总统？无啊，啊，所以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，他们的那个中华民国总统当选有没有效？无效，是无效的哈、哦。公民才有参政权，好、哦，参政权拢总有四种啦哈。哦